哎呀，你看现在世界上很多人很辛苦啊，真的。但我们大家好了，我们要想到众生，我们要慈悲众生啊。啊，你好，卢台长。你好。我是1976年的龙。76年的龙啊。对，我想问我的身体可以康复吗？对哦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的整个这条脊柱啊、骨头啊都有点歪啊，你听得懂吗？是是啊，还有你尤其是在腰椎这个地方骨头都是歪的，他要看你，所以人就很难站直，你听得懂吗？而且好像骨头跟骨头当中啊，就是一般的我看人家的骨头跟骨头当中呢，就是顺下去的，你好像有点拧着的，可能不是对着的，所以这就是造成你经常要坐轮椅。你听说我这个病已经有12年了，我的颈项是有问题的。对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从颈项这条一直到下面，你听得懂吗？那我该念什么经啊？还是怎样帮助我？你真的也是很可惜，我看看你这个人能不能以后站起来啊。属什么的？几年的？76年龙。你还有希望，但是这个希望是40%，听得懂吗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台长帮你治一治。好吧，你试着站起来站一下，可以不可以啊？我先试一试，等等啊，你先不要站起来啊。台长先试着帮你治一下啊，因为我看到了你身上是有东西的，我跟他沟通一下。现在舒服一点吗？刚刚觉得头空吗？好像舒服一点了。你马上还要舒服。你现在两个腿啊，动动看。你现在什么？你现在腿啊，现在能动吗？你这样，动一看。有点麻。好，动，起来，起来，好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好，放下来，好。小弟啊，好，那你们找两个人先扶他一下，后面来两个男的扶他一下，扶他一下，好。试试看啊，来把下面两个东西拉掉，好，准备了啊，不要动。不要动，没关系，好，勇敢一点啊，勇敢一点，好，一点点来，好，一点点来啊，好，不要着急，好，再扩大一下，好，推，好，把它扶下来。好，把它放下。你们不会拉，你们边上两个人不会拉，好，你们后面再来两个人呢。好，把它拉起来，好。好，把它扶起来。我告诉你啊，
我想问问他妈妈，后面是你妈妈是吧？好，我想问问你妈妈，他现在这个病生多少时间了？不行，今天还不行，我刚刚已经给他加持很厉害了，光下去很厉害了，他还是站不起来。嗯，他现在平时那个腿都不大能动，腿啊都不能大能动，他有点像高位截肢一样。嗯，好，他太胖了。好，腿不抖了，腿倒不抖了。好，来，好，那你告诉我一些他的病情吧。嗯，我帮你开个药方，好吧？你现在讲，小弟啊，你能不能念经啊？我可以啊。可以念经，能不能念大悲咒啊？可以。嗯，你有没有感觉晚上有人想跟你说话？没有啊。没有是吧？你做梦做到过有人追你吗？什么？做梦没有做到过有人追你吗？追我？就是追着你，你在前面逃。可能有啊，我忘记了。就是说你当时就感觉自己腿是好的，在走路，有没有这情况？有啊。有吗？有时我梦到我梦中在游泳。在游泳，你觉得你的腿都是好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不对啊？好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当梦中梦到腿是好的，就是生活当中他已经不能动了，但是身体上梦中梦见自己腿是好的，是他暂时一段时间是不能恢复的，只有在梦中能够解决掉。所以很多事情在现实当中不能得到，在梦中能够得到。小弟听得懂吗？孽障太重。我想问问看你我经常说的，你爸爸有没有开过餐馆啊，或者做这个？没有。他是在公司做的。在公司是吧？但是看不知道为什么呀，我现在看见是有一个像动物一样的大东西在扯住你的腰啊。你爸爸过去有没有打死过什么动物啊？没有，他很善良。所以这个事情你就问他了，他如果做过一点业的话，一定会报到你身上的。我想跟我妈妈问啊。你先不要跟你妈妈问，我先看看这个灵性要不要多少小房子吧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你的大腿一直到下面基本上筋啊都连不上，血下不去，听得懂吗？麻木。是。你今天如果能够腿抬起来，已经说明血脉有点通了。我不知道你妈妈给你念小房子没有？她没有念经的。她没有念是吧？所以这种真的是麻烦事。所以我跟你说，我可以每天念。你帮她，你自己帮自己念嘛，小弟，好吗？好。我想我的。刚才那个气场你现在应该收到了，你觉得没觉得你现在左腿啊右腿有点热了？有，我是热吧，有点动。好，在动了是吧？你再动动看好了，腿继续看，看见了吗？再动动。好，不要着急啊。你看刚才那个腿，你看那个脚，你这个脚板这个地方好，一点点，好，看见了，好，你看他根本站都站不直的，他现在我帮他刚刚这个左脚的筋已经连上去了，你现在热不热，小弟？有热不热？热，对，热不热？我的屁股那边。都热，对不对？腰这里，对不对？我刚才在想着，我给他施了这么大的能量，他无论如何有感觉的。好了，小弟，你第一好好的劝劝你妈妈帮你一起念，第二你自己好好的念经，好不好啊？好吧。可以，可以。小房子能不能先念108章？108章，好吧。
其他的我看你们家里好像有灵性，就是说你们家里有没有祖上过世的人的相片挂在家里啊？没有。有没有其他人的头像挂在那里？就是不认识的人的头像照片或者油画？对，可能有了。有什么叫可能啊？有人的头像啊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大家听好了，凡是家里有头像的画和照片，超过这么小的六寸的，大的全部都不要挂，因为任何有人体头像的照片，只要立在家里，时间长了就会有灵性上去，灵性上去，你家里就会鸡犬不宁。大家听得懂吧？所以包括油画，还有藏古董的人一定要当心，凡是古董都不要藏，因为古董都非常容易吸引灵性来。大家听得懂吗？所以你去看，凡是藏古董的人身体都不好。我家有很多那个古董，那个布达斯代去了，什么佛像？哦，雕像。哦，雕像。又没有烧香，又没有供，好了，肯定上灵性上，难怪，明白了吗，小弟？没事了，只怕你找到毛病了。要怎么样？要拿掉吗？待会你到门口去问，他们会教你请下，怎么向请下来念多少经，他们有个范本的，好不好？我可以再问我的妈妈吗？啊，她很孝顺。啊，我妈妈的身体。几几年属什么？1947年猪。好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妈妈主要是从这一段到这一段，然后从这一段到下肢这一段，这是表层，不是后面，是表层前面，说明你妈妈的心脏有问题，还有肠胃有问题，明白吗？好，谢谢。好吧，你要教他念经了，小弟，否则你自己都救不了，你也救不了你妈妈。OK， 好吧。好、okay, 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你渴了。所以大家，台长跟大家讲，如果一个人已经身体不好了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灵性走掉了，但是呢，他还是要恢复一段时间，才能真正的体能恢复。因为虽然灵性不搞你了，但是你自己本身还是有问题的。台长你好。你好。